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颖。现在呢，我已经复工了。我特别喜欢像现在这样，每天都很努力、积极的工作，感觉很充实，也很开心，因为还可以学到很多新的技能。虽然有很多挑战，但是只要有积极的心态，就不怕面对任何的挑战。经历了这次疫情的考验，希望我们今后啊，可以每天都能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，让自己充满正能量，也希望能把这份正能量传播出去。我们一起加油吧。